我从哪里比赛？比赛。你看，面带笑容。比赛。严威，严威。这个正蹬是一种风阻的技术啊，他知道你要骑行，风阻你。他很强大，心理极其的强大，他知道我的能力。这个完全是享受过程的。那这场比赛实际就是表演，就把泰拳、自由搏击这种非常有机的融合在一起，大家非常有。他的比赛已经没有这个纯正的泰拳的位置了。所以你看他的比赛，就是你在欣赏，你看他就是说打击那么凶狠的，打上去特别强啊。刀法上一个人的反应，这个动作。我们看到马特拉的时候，他一看他的拳法，这场是泰拳的，你是可以用手法，但是那个大胖子会轻易的用手法，真好，擅长。你看郑州的是这个角度，啊。现在马苏达第一个小马朋友出招了，来，
看到你的节奏表，一二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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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我是来帮你们争光的，哎。这是一个比赛里面的力量的流失。加油！